名人搜身阿 Kimi 掏出健身执照，混血名模阿 Kimi 喜欢简单的装扮，但想要随性 look 并不容易哦。我卖裤子真的很难，所以我找到的时候一定要买两件三件一模一样的。为什么你是 model 身材怎么会很难买裤子？如果长度适合的话，那个屁股就没有适合，大腿不适合。哦，好奢侈的烦恼哦。阿 Kimi 还有甩不掉的黑眼圈，所以必备遮瑕膏。哎，因为走秀需要，他也随身携带亮粉哦。的钱包每次都很乱，你看。我现在有一个很酷的东西，那个 CPR， 我有那个 license， 好像要叫那个孕妇。我觉得我心里准备好的时候就可以去找。时尚动新闻等你哦，报道。